俊爷，火哥，我可能不去照顾雨琦姐的妈妈了。怎么了？我今天来是来跟你请辞的。我已经买好回老家的火车票，以后我就不回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怎么会这么突然呢？小青啊，你在我们家都待了这么多年了，我跟你火哥两个都那么的依赖你，你突然这样子说走就走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接受，我们会舍不得的。我知道，雪姨，我知道你们对我都特别好，只是我看到雨琦姐妈妈这个样子，我就想回家了，我想回老家陪陪我妈妈。多陪陪妈妈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好孩子，要多陪陪妈妈，知道吗？可是李小宝怎么办呢？薛姨，我跟他根本就不可能，他已经和丁婉欣在一起了，这就是命。薛姨，你以后就别再为我操心了。妈，小青要是决定要回去陪她妈的话，咱们就支持她吧，别为难她。小青，那么多年了，谢谢你照顾我，照顾我妈。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或需要的，尽管说，我们都帮你。我没什么需要的。谢谢雪姨。谢谢火哥。今天要走了，这个还给你。这是我以前偷偷藏起来的。火哥，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以前一直没敢说出来，现在要离开了，才有勇气告诉你。火哥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不能照顾你和薛姨了。你们一定要好好的。火哥，我知道你工作辛苦，但是再忙也要记得吃饭。还有薛姨，她身体不好，一到冬天就容易手脚冰凉，你一定要提醒她多穿衣服，不要只为了漂亮。感冒了也要记得吃药。还有，我刚才还煲了骨头汤，你这伤还没有好，一定要多休息，以形补形，才能好得快一些。火哥，我知道你和毛丫丫才是真心相爱，我祝福你们，祝你们一家都永远幸福。嗯，谢谢。小青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，也祝你找到属于你的幸福。谢谢火
人的攻击。我走了。我每分每秒牵挂你的心，难过的泪流满面，要怎么遮掩？想念在发炎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哪怕只有一片。小晴，你这是要回家呀？是啊，我要回家了，以后我就不回来了。你在刘火家干的不是挺好的吗？哦，刘火短你工钱是吧？不是，不关他们的事儿，是我自己要走的。我本来也不属于这里，现在我应该回到属于我的地方去。这座城市太大了，待久了容易迷路。看把你能耐吧，说出话来还一套一套，看来是在大户人家的生活惯了，说出话来都有水平。你说的话我都听不明白。以后你会明白的。我走了，保重。哎，想念在发炎。哎，那个，一路保重。哪怕只有一片，微信啊，你的路人小心，拍什么呢？那个小青走了。办公室来业主，说家里热水器坏了，等你半天了。哎，我这就去。走呀，你还看？走呀！哎，走走走，还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看什么呢你？越来越相信缘分，当缘分来的时候呢，自然就会在一起；当缘分尽的时候，自然就离开了。妈，放心，很快我再给你找一个小阿姨。你帮我找只狗吧，狗不会气我，狗不会跟我吵架，会让我伤心。说什么呢？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哎，没有，挺好的。那就好。哎呀，你呀，每次一来，我们家积蓄就完消失。我看你以后还是少来的好，免得我妈那么大年纪还那么折腾。这怎么能行？那我要是想你跟孩子怎么办？那就想着。还是那么霸道，是不是啊，笑笑？六火，帮我把奶粉拿过来。
你刚才喊我什么吗？我叫你名字啊。你刚才喊的是刘火。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深爱着刘火，而刘火呢，也一样深爱着你。你说你都当妈了，怎么还那么傻呀？那个戒指我已经看到了，真的很漂亮。你知道吗？你把它摘下来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高兴。我以为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把你挽回来了，但是我错了，我已经没有机会了。而且那个戒指你戴不戴也都无所谓了，因为它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你的心里，不是吗？开始我觉得你挺讨厌的，你脾气坏，没有女人味，也不聪明。但后来你一直在找香慧，你一次次找不到，但你一次比一次坚持，不但原谅了香慧，还一直坚守你们的爱情，停在原地等她回来，这很了不起。那就是你最可爱的地方。我做不到的事，你做到了。你比我勇敢。我们不要在不对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了。不要让我们的爱情变得那么廉价。我会开始爱上你，你也应该爱上我。我知道只有你，接受我的爱吧。接受我的爱吧，你就当做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不说我不会跟人家提，但有一件事你得想清楚。现在我们结婚了，但我们在彼此的心里究竟算什么？在经历最近的事情以后，我发现我快承受不起了。刘华，我们离婚了。其实我好爱，好爱。好爱，好爱。仿佛听见好在我的耳边诉说。我们离婚了。我这样爱你到底值不值得？他那天我看到你泪如雨下的时候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，照亮世界，解答所有的迷惑。你可知道你是我生命的所有？难道这辈子我们注定要错过？只有你让我一生守候，当迷雾之中时候，
在大家的关心和努力下正式启动。与此同时呢，我们也要感谢各界领导的大力支持。下面呢，请出我们的项目领头人安查尔先生和项目合作商上场，大家掌声欢迎。今天我特别高兴，感觉非常的荣幸，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启动仪式，谢谢。经过很艰苦的筹备，我现在宣布七星级酒店这个项目今天正式起航了。在这里我衷心的感谢两位我非常看好的年轻人，第一位是站在我旁边的向辉先生，向先生从开始一时不够兢兢业业的默默的工作，我可以说没有他，今天这个仪式是开不了的。第二位，站在我旁边的刘火先生，刘先生是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，他的设计得到国内国外专家们的认可，很多人欣赏，我可以肯定这个酒店建成以后会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。谢谢各位，今天是刚刚开始，我希望以后像以前一样合作愉快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七星级酒店项目启动仪式现在开始。怎么一个人傻瓜的坐在那里啊？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。对了，安先生，今天庄也给我打过电话了，他希望我过去。现在真的到了你们这片年轻人的天下了啊。你放心的走，我会找到一个可以接替你工作的人的。一个男人，有时候要放弃一点东西，才可以走得更远。拿得起，放得下。
希望阿 John 也可以看到一个像这样的你。到了国外，你会有很多机会，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挑战，你好自为之。谢谢你，安先生。我想，我也是时候该离开了。哥，哥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好。你呢？你过得怎么样？好不好啊？我很好，只要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哥，你不要担心，我长大了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。那就好。在黎明的这些日子啊，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。曾经的尔虞我诈，金钱呢，地位啊，都不重要了。花花，你不能再那么任性下去了，要学会多替别人着想，别跟那个何雨琪似的，把自己的路走绝了。嗯，我记住了。小辉，你很棒，我佩服你。以后就是你的天下了。大哥，这些东西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我决定我要回美国了。有一些路。飞鸿，星级酒店这个项目终于拿下来了。我本来是想恭喜你，但是这句话呢，我是真的说不出口。我知道你将来会面临更多的困难，所以我想把恭喜这句话呢，改成加油。你找我来，应该不是说加油那么简单吧？是。因为明天我就要离开了，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啊，项目肯定会有人接手的。刘虎，咱俩以前从来没有像这样说过话。其实我是一个挺失败的人，对丫丫，尤其是对孩子。但我真的很感谢你。感谢你对丫丫和孩子所做的一切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想拜托你，等我走了以后呢，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照顾丫丫，好好的照顾孩子。你知道吗？丫丫心里满满的都是你。
有些事情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我觉得你跟丫丫应该会再次走到一起，因为她值得，她值得每一个人都去爱她。你知不知道我很羡慕你，因为我没有机会了。向辉，以后在外面多保重。谢谢。我再怎么努力想忘记，也忘不掉你。我已经拍完了，等我想笑笑的时候，我就会拿出来看他一下。对呀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真的不跟我走了？我不会英文，国外不适合我。如果你想笑笑的话，可以随时回来看他。我会告诉他，他有一个很爱他的爸爸。我相信你也会很幸福的，因为你有一个很爱很爱你的刘虎。当你下哭泣的时候，我会永远陪伴。我走了，一路平安。不管你到底为何总在躲避我，不管你有向辉，你说过你会永远把我当做你的亲人，当做你的妹妹，你不会忘了吧？出国之后记得好好照顾自己，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妈啊，薛姨，您这么着急去哪儿啊？何雨琦的妈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，我想去看看他。啊，那我跟你一块去吧。不不不，你还是不。我不是不希望你陪我去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现在这个情况你不太适合去，因为他妈妈对你还是有成见的。啊，我能够理解。丫丫，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自己也做了检讨。我觉得对你们晚辈，我真的应该宽容些。对你们的人生，我以前真的干涉太多了。你知道吗？刘火最近心情非常非常的低落，我这个做妈的怎么劝都没有用。我真的怕他自己走不出来。但是我相信，你可以，你一定可以的，因为你在他心里早已经根深蒂固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你的位置。他这一辈子最爱的人就是你。丫丫，所有的事情我们就让它过去，不要再放在心里头。人都是有感情的。你说潇潇，我看着你怀他，我看着你把他生下来，我也亲手带着他一段日子。你说我能够说忘了就忘了他吗？我不能够的。还有就是，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，我居然都不懂得珍惜。我对你这么的不好，对你这么多的误解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我希望你能够再接受，能够再做我的儿媳妇儿。我真的希望你们每天都过得好，健康快乐。你们年轻人的人生，你们自己去选择，好吗？妈，丫丫，妈。
哎，咱们每个人呢，手里都得拿着礼物。我可是跟丫丫夸了海口了，我说呀，笑笑的第一个年三十啊，必须得跟咱们一起过。而且咱们的礼物要把他们那房间呢都给他堆满喽，咱们不能栽面。宝哥哥，就放心吧，这面呀，咱姐妹们绝对给你撑足了。出发！出发！啊！儿子，你在哪里呀？大年三十了，你怎么就这么狠心，把妈妈一个人扔在家里呀？笑笑这会儿是不是正开开心心的跟丫丫他们准备过年了呢？儿子，其实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想笑笑，就算他不是你的孩子，可打他出娘胎，就是我亲手带大的呀。家呢？丫丫、笑笑，你们会不会像我一样，迫切的想要看到你们？这个年，我们可能要两个人过了。没关系啊，其实两个人也挺好的呀，安安静静的过一个平安年。那你怎么不打电话问问丫丫，你要去哪里过年了？他们都不在家。没好意思特别打电话给他们问他们，可能他们自己有他们的计划，毕竟不是一家人的嘛。对，对啊。好，本来呢，我们这个家是可以热热闹闹、开开心心的过年的，都怪我。都是我自己不好，就为了这么一点破面子，这么固执的非要逼你和丫丫离婚，搞得现在就剩我们母子两个人冷冷清清的过这个年。对不起啊。雪冬呢？有。夸张喽！过年呢，在干什么？来，我敬你。嗯，好。你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嗯，你赚多点，我多花点。给您拜年了！
一个不缺，一个不少啊。薛姨，只要心怀希望，生活总会给你惊喜的。哒哒哒哒。我提议，咱们为了幸福，